北市大安分局新生南路派出所女警徐晓此前天下午发现自小客车违停红线，上前柔性劝导时，遭陈姓女驾驶辱骂白痴，对方还加速左转驶离致她倒地。许姓女警验伤后双手均有擦挫伤，全案将陈女依妨害公务现行犯移送法办。对此，淡江南洋校园全球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包振豪在脸书表示，如果我们的司法检察体系依然持续漠视这种事情，就是在传递讯息给我们的社会，我们可以轻视警察与公权力，这样我们的警察执法者就永远没有尊严，终究会导致体系的崩溃。他说，像这种行为应该要严惩，让他付出高昂代价才有警示效果。他并讽，在美国早被枪杀了吧。许姓女警认真执勤，柔性劝离，却遭骂白痴。记者萧雅娟翻摄分享。